台风带来狂风暴雨，已经达到雨量警戒值。信义区太和里长林正义与志工、防灾室、警方和邻里灾害应变小组共同协助居民撤离，并且设置沙包、抽水机，并架设防水闸门。我是觉得，因为我们里靠山边哈，状况比较多。啊，像每一年这样子的演练哈，其实如果真的遇到状况的话，我们就不会慌张了。对，很重要，要给里民知道说。我们这个演练是对大家都是好处，对里面也可以知道了解一些更多的一些防灾的讯息。台北市信义区太和里位于山区，有两条土石流浅势溪流。为了提升民众防灾意识，特别举办112年度土石流山坡地老旧聚落疏散撤离演练。我们最希望的就是我们在地的居民自己本身有这个自住，也有这个他住的这个意识，所以今天我觉得大家表现都非常的好。这次演练共动员区内消防、警察、学校、环保、健康中心以及邻里长，持续精进各防灾单位的应变技巧，希望培养最佳的防灾默契，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。记者陈华强报道。